小姑娘，这个吊坠是从哪里捡到的？那那个姐姐呢？求施主放下屠刀。大哥，大哥，大哥！师父，你咋扔出去了？阿弥陀佛！各位大爷，对不住，对不住！你们还愣着干嘛？给我清了他们！哎呀！你咋是被金刚屠？大爷，你别打！哎，别打了！走。谢谢。打死你个和尚！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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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了什么事？徐昭勾结杨文狗，给我们下了套。叛徒！那帮里的兄弟呢？怎么跟洋人在一起？他们说，冷风拼死把我杀出重围，其他人都归顺了徐昭。干！General William。To transport such a treasure stuff, how could you use a merchant ship? Are you fool? You do all these bad things with such a flag? Keep it low profile from now on. Yes. Connors D, I heard a lot of pirates around here. General William, please, relax. All of them will be killed by myself.The sale will be shortly smoothly be ended by you to His Majesty the King. Connor Steve, you will also commanded by His Majesty. God save the King! Long life to His Majesty the King! What's going on? What I'm doing, you traitor! Sorry, His Majesty paying too little. You traitor! You'll be punished by God! We won!施主手上宝印，乃我国之物，不可擅自带走。我要是不给呢？南少林弟子在保家卫国。这帮和尚，杀掉他们，你干不了。
然没死。禀尖子们，至尊宝印在我手里，我还是你们的老大。表板子，不好意思，你手里的是假的，真的在这里。这个赝品的质量正好，一般人认不出来。哼，你中计了！禀尖子们，有后！你们的老大只有我一个，想要跟着我发财，就把这和尚给杀了！难之情，老和尚，你既然早知道了，为什么还愿意被我利用？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觉得我们有缘。你之前是一个海盗，不代表以后还是个海盗。你还想度化一个海盗？愚蠢！老衲也害怕过，犹豫过，但最后都是因为施主的善良，使我下了决心。我呸！我一点都不善良，我是利用你们拿到至尊宝印。那宝印本是我国之物，无论你的动机如何，
这次你都是做了一件好事。不对，我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无上的权力，为了荣华富贵。你是害怕邪恶，选择伪装，你怕被人欺负，所以强大。我蔡妍谁都不怕。这么好吃，为什么没人买啊？你那些糖洋气得很，他们都不知道。等他们都吃过了，你的生意就会好了。那阴阳，你别安慰我了。小花，要不你不要那么辛苦了吗？我养你啊。Thank you.
让他去吧。为什么？因果报应，一切皆有定数。知青，你越来越像个和尚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还是来晚了。师父知道您来，他一定很开心。知青，这么大的雨，带我们来看海啊？这个该怎么处理？这个东西由你而来，就由你来决定归宿吧。小师兄，你说呢？这块石头有啥好？不能吃也不能喝的呀。从古至今，就是因为他丢掉了多少性命。